大家早晨啊！咁我依家喺呢个尖沙咀天星码头啦，准备等呢个渡轮过海啊！咁啊，依家二月七号年初七，咁啊系啦，渡轮嚟紧啦，咁啊准备过香港岛去啊湾仔同铜锣湾嗰边啦，咁啊。有啲標普都係今日先開，咁啊去同佢哋拜下年啦，咁係啦。咁大家有幾耐未搭過渡輪呢？係啦，咁啊睇翻尖沙咀啦，哇！依家呢幾日可能嘅疫情嚴重咗啦，直情咧所有嘅地方都少人都不得了啊！今日仲要係烟雨朦胧，大家睇对面海蒙查查一片，系啦。咁啊，早两日啦，新加坡都一日万几单啊，咁我就问我个妹啦，喺新加坡话万几单点搞啊？咁原来喺新加坡嗰边咧，佢哋咧如果屋企人有人中招啦，咁就只需要自己隔離，係啦，自我喺屋企隔離就可以啦。咁啊，其他成員如果染咗係冇嘢嘅，係照常翻工翻學嘅，係啦，就應該就慢慢步向就係同呢個病毒共存啦，係啦。咁最主要係因為佢嗰、那個症狀啊，同埋個死亡率啊，都係好低嘅，系啦，咁啊，其实大家都唔使太过担心啦，即系我觉得依家可能系最恶劣嘅时间，亦都系就嚟所有啲嘢都会明朗翻噶啦，就好似依家灰沉沉嘅天，咁啊总会天晴噶，系咪？咁啊，大家继续积极咁啊生活啦，咁啊。最緊要自己係啦，多啲注意啦，保護自己啦，嚇咁啊，樂觀啲啦，咁啊，一切將會更好。OK， 今日依個香港早晨10:00多嘅香港早晨就講到依度啦，拜拜。